Hello。咁咧又係我哋呢、這個誒太陽星座應該用咩油啦？係、啦，咁就誒、希望可以等你去帶翻你嗰個 balance 嘅，即係學會嗰個對軸嗰、那個。對方的那些 values 係啦，咁同埋即係講多次啦，呢、這個油咧唔係話我你會噴，你會覺得好香，你中意係你應該用，咁所以咧你應該喺一啲你成日接去嘅地方，可能係你公司啦 ，OK， 或者尤其是你屋企啦，係啦，或者你平時帶住啦，俾自己去聞係啦，可能帶嗰啲擴香球啦，或者嗰啲你手捻擴香石啊，係啦係啦，或者喺屋企度噴嗰啲 diffuser 嗰啲嘢啦，係啦，咁就令你咧去學會對嗰、那個。access 嗰個對方嘅課題係啦，咁今次我講曬，我又係講曬獅子同埋水瓶嗰啲分嘢先啦，咁然後咧你去介紹下佢哋分別啱用咩油。好啊。好啦，咁其實咧講真，獅子水瓶咧都係好似白羊天平嘅，係啊，因為又係一啲我同埋一啲他人嘅分別。咁但係咧獅子就更加霸道，同埋獅子嗰個我咧純唔係話純粹啊，我啱啱生出嚟，因為講過啦，白羊係一個寶寶嚟噶嘛，佢係第一個星座嘛。話你嗰、那個你嗰個眉圖好靚，係啊，係啦。咁白羊就係、是、哦，好似周圍咩都冇咁樣，啱啱生出嚟咁樣成日講我啦。但係獅子嗰個我咧係體現喺群眾裏邊，佢要表現自我，因為你唔係就係我，你係要喺咁多人裏邊先表現到自我噶嘛。你獅子王。係啦，咁同埋即係正所謂即係牡丹雖可以六葉扶持啦，所以佢嗰佢唔係話哦，我係周圍乜都冇，我係純粹一支牡丹，佢係有六葉裏邊佢就要做牡丹啦。OK， 咁佢同埋因為佢哋畢竟火象星座都有少少似啦，咁但係嗰個分嘢就喺呢度。咁同埋水瓶同埋天秤都係風象星座嘅。風或者叫空氣 air sign 英文叫係啦，咁就係講就係一啲人與人之間嘅分別啦。咁但係天秤咧就係、是、一啲一啲好 interpersonal 嘅，我同你，你同我，或者係三四個 friends。咁但係水瓶嗰種同人之間嘅關係咧，係同整個社會、整個 community、整個直情係人類共同體嗰一啲嘅一個關係嘅。咁所以獅子。水瓶似會似白羊天平，係啦，但係咧，因為畢竟都係分別係火同埋風星座啦，咁但係唔似嘅咧就係咧佢哋嗰個 scale 咧係更加擴大嘅，明唔明？係啦，咁所以而家講一講獅子同埋水瓶分別係點樣咧？所以獅子都係好 personal 嘅，係啦，咁然後水瓶就係好。impersonal 嘅，係啦，咁呢個 impersonal 其實聽落咧又係有更加都有少少似我哋提過嘅雙魚啦，係啦，所以你知其實十二星座嗰個 wheel 咧係不斷進化嘅，由白羊你不斷即係生咗出嚟 B B 一開始係咪，成日都講我點點點，跟住去到最後雙魚咧無我啦，犧牲奉獻，即係做一個殉難者嗰啲 ，OK， 咁所以水瓶咧呢、這個 impersonal 就係佢係好奉獻俾咩咧？俾人類共同體。咁但係你話係啦，佢諗住大眾點樣去進步，點樣去 benefit。咁但係你話佢去到犧牲自己未咧，就未到雙魚咁勁嘅，係啦。咁咧，所以喺我哋講佢哋兩個都係創造嘅 ，OK， 獅子同水瓶都係創造。咁但係咧水瓶係創造俾一班人一個 group 一群人係啦。咁然後咧獅子嗰個創造咧就喺群眾裏邊咧，佢要。創造自己的 image， self expression， 他要 express himself， 係啦，咁所以獅子嗰個 individual 嗰個 ego 咧，嗰個自我感覺啦，自我感覺咧其實都好良好嘅，係啦，同埋都比較霸道啦，自我中心啊 ，OK， 咁有少少似翻白羊，係咪？咁然後咧但係水瓶真係係咯，成日諗住嗰個。collective 啊，大眾啊，點樣先係為大家好咧？同埋嗰個真理係喺邊度咧？有咩嘢先係要去做到去幫大家好咧？係啦，咁所以咧，其實我成日都話咧，獅子水瓶咧加埋咧，佢哋就叫理念係啦。水瓶咧係一個理嘅，比較理性嘅係啦。咁就係佢用佢嘅頭腦，佢知道啲乜嘢好，然後去為大家去做係啦。水瓶係理，獅子咧就係個念啊，佢由嗰個心出發係啦，我的 willpower， 我想怎樣，我在大眾裡面，我想自己變到成怎樣，是的，如果我們講到一些，即最近一些很敏感的政治題目，OK，獅子是個王者，還有現在即 musical 都上，即香港都來做獅子王，是的，是的，獅子就是一個統治權威，我要統一，我要去做王者，是的，好自我，他就是皇帝，但是呢，水瓶呢是
平民百姓嚟嘅，民主嘅係啦，咁就係希望人人平等，為呢個社會好，為呢個人類共同體好嘅。咦，你嗰度熄咗？唔緊要，依家讀到啊。好，停一停先。嗯 ，OK， 啱啱 Carrie 嗰度熄咗，好啦。好，咁咁佢哋分別啱咩精油咧？定問？如果你話水瓶先啦，首先講水瓶嘅話，就因為佢太過你即係比較背後默默做啊，去幫大家，默默做去幫大家，而冇咗個自我，或者可能冇咗個勇氣，有時有啲嘢係收收埋埋，或者太過。軟弱，係咯，咁就冇咗個勇氣。冇咗個勇氣，係啦。所以如果我哋要打一個比喻咧，就係喺一個舞台裏邊，獅子就係嗰個明星啦。OK， 然後水瓶就係幕後工作人員。點樣為呢個 concept 變得更加好啊？咁但係搞到最後咧，其實就係要推個王者出嚟啊！張國榮啊，或者妹姐就喺度做嗰個王者咁樣啦。係啦，咁所以佢其實係需要有啲要勇氣嘅，咁就花啦一個Vela 係啦，Vela 咁就係個精油。這個是直情個名字是叫勇氣的樣子VALOR 是的，它又是一個方精油來的，但是它就譬如好假設，因為我寵物美容師來的，所以有些狗仔呢，譬如去看醫生或者打針很害怕那種，它是呢用這個 Vela 去令到它沒那麼害怕的，是有個勇氣的樣子，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是都真係幾適合水瓶呢樣嘢，即係你雖然係去服務大眾，其實你需要有個勇氣，你都要為自己去。係啦，同埋即係你唔好淨係幕後默默做，有時你都拋頭露面出嚟嘅時候，你都可以面對大家。係啦，面對大家。係啦，咁啊 Vela 好啱。咁之後，如果你話獅子座啦，獅子座係比較自我感覺良好啦，比較好。自我啦，自我中心比較強，尤其是在群眾裏面，他就要自己突出來，表現自己和突出自己，但是有時可能他忽略了其他人的感受，或者沒有理到其他人的感受，我就覺得這個是之前都比較限量的，他是叫 Higher Unity， 是的 Higher Unity， 其實呢他是 for它中文名叫同心精油，係啦，同心又係一個兄弟同心，其利斷金，係啦，佢又係一個福方嘅精油嚟嘅，係啦，咁佢係用嚟令到你要有翻個同理心啦，或者係去感受一下別人，即係你要你自己之餘，你都要去感受翻別人嘅感受噶嘛。哦，同埋講到明係即係 unity 啊嘛。Unite 嘛，等到大家都係聚埋一齊嘛，而唔係話你自己喺度眾星拱月，係啦啊，仲有係啦，啱啱都講漏咗，其實即係水瓶都係管我哋叫 fraternity 啊，和平友愛，即係總之大眾係啦，咁所以我覺得呢個 unite 其實因為係咯，即係我哋講翻對攻啊嘛 ，OK， 嗱你係獅子，我係水瓶，咁我就係講 fraternity 兄弟和平友愛都係 unity 嘅，咁所以你獅子你咪去學我咯。你咪要用我呢個 unity 咯，係咪？咁呢個就係嗰個對攻理論，咁係咯，咁就要用翻我呢一個飛啦。我就用翻你呢個勇氣啦，係啦，咁就係一啲即係平時自己噴多啲啊，帶住多啲啊，咁去學翻對面嗰個能量，咁就會令到你嗰個 balance 係比較好噶啦。係啦。係啦，咁啊，講到咁多先。